瑞丰国小的阮于轩小朋友，请到舞台前方。桃园国小于洪佑小朋友，请到舞台前方。谢谢。
欢迎我们台东县议会议长饶庆麟饶县长饶议长带领了他的立府团队议员陈志峰陈议员以及黄秋黄议员有来到现场吗？好，接下来还有张卓然张议员有来到现场吗？如果有的话跟大家挥挥手。以及李建志李议员有来到现场吗？好，如果有的话跟大家挥挥手哦。好，还有副议长吴楚秘书有来到现场吗？同时也欢迎台东县政府的观光处长陈淑慧陈处长，欢迎您。好，非常谢谢，非常感谢所有的贵宾来这个活动给我们支持，非常谢谢你们的大力支持，让世界看见我们台湾台东的热情与力量，非常谢谢你们。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来自全世界各国优秀的热气球飞行团队。热气球飞行团队有来到现场吗？热气球飞行团队现在可能都在后面在准备要让热气球升空咯。哇哦，如果有空的朋友呢可以到后方哦观赏一下我们热气球，我们一一的介绍他们好不好？哇哦，他们正在准备待会的热气球升空。首先呢是我们要介绍杜拜来的团队 Welcome the Jack。第三颗球由立法委员赖昆城赖立伟，还有三位也是小花家的小朋友，瑞丰国小阮云天小朋友，阿林国小于崇佑小朋友，阿林国小黄浩伟小朋友一起乘坐。第七颗球我们邀请七位辉
这边要往后退了啊，他们。